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KG48 吴学宇，今年又开始总选了。没想到 CKG 参加了几次总选，然后我也跟着参加了几次总选，很感谢这四年里面大家对我的支持和陪伴，然后也见证了我的成长，然后我也替 CKG 非常的荣幸，这四年可以拥有像我这么聪明伶俐、冰雪聪明、伶牙俐齿、活泼可爱等一万个形容词的人，对，可以就是陪伴他的成长。可能四年的时间，就是时间的长短，它不能决定说你可以取得一个多好的成绩，或者是达到怎样的目标，还有获得多大的成长。但是我觉得至少可以证明我对 CKG 的热爱和责任。所以说呢，我今年的总选目标是第八名，八八八八发发。好了好了，下面我给大家的才艺是当当当当。看看我吧，投票吧，谁不想做大吧？就一票嘛，哪剩下？好吧，一票也是亲啊。大吧有空调，大吧下班很早，我爱工作，我爱四吧，我坐大吧晕车啊。一只眼影嗷嗷就出现了，你给我投票，哇哇哇，吧唧吧唧，投我最喜欢你。然后鱼就嗷嗷嗷嗷，不害怕了。动作开，动作开，孩子不想做大妈，我要去投票了。宝贝别怕，子妈妈、你妈妈都来了。谢谢大家，一票也很感谢哦。世界的48种可能，我是只属于我自己的10000种可能。